我知道咧，就呢个 channel 有唔少嘅听众咧，就观众就好中意特朗普嘅吓。咁啊，对于批评特朗普嗰啲内政一塌糊涂咧，就好唔 like 嘅吓。咁但系咧就即系我作为一个评论人咧，就永远都系以事论事啊，系嘛？即系佢因为我哋啲听众中意特朗普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佢敲打中国啊，敲打得好劲，系嘛？即系搞到而家咧，目前嚟讲即系真系鸡毛鸭血咁样。咁但係咧就佢內政就係真係好唔掂，即係有關於佢嗰、那個即係呢一個即係性騷擾個問題啊，啊揾呢、這個即係中間人俾呢個暗口費去掩蓋佢嘅婚外情啊，佢嗰啲即係個仔啊、女婿啊嗰啲通俄啊、通俄門啊等等嗰啲咁嘅調查咧，啊其實就對佢嚟講，對佢個位置嚟講就危危乎。咁啊呢兩日咧就發生咗。連續兩單嘅呢個即係判決啊，咁啊令到咧特朗普咧就陷於一個險境裏邊。咁啊有人話咧就即係呢幾日咧就係特朗普嘅政治生命裏邊咧最黑暗嘅一日啊，佢分分鐘咧就會落台。咁啊呢個講法咧就有啲言之過早，亦都有啲言過其實。咁啊發生咩事呢？咁樣第一單。就是这个即是美国的纽约南区联邦法院联邦地区法院呢就即是对于这个即是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科恩那个起诉呢就达成了一个认罪的协议。咁呢就科恩呢就向这个控方承认呢是八项的指控本来不知道十几二十项那么多的八项的指控。咁就啲白人嘅指控咧，就其中包括一樣嘢咧，就向自稱同阿特朗普維持咗一段時間婚外情嘅一個驗星嚇，支付咗$130,000，即係102,000咁上下啦，就係一個暗口費嚟嘅，係換取佢唔向外披露同當事人嘅婚外情醜聞。咁科恩咧就喺個供詞裏邊咧冇提及特朗普三個字，不過佢嘅代表律師咧其後就承認嚇，為咗要掩蓋呢個嫌聲同一個候選人嘅婚外情，呢個候選人咧就正正係特朗普。咁呢個係一單。第二單咧就係喺另一個法院裏邊。受審已經好都好長時間嘅特朗普嘅前競選主任馬勒福特，就嗰、那個即係陪審團嗰個裁決咧就宣布咗啦。咁啊有18项咧有嘅罪名裏邊咧有8项係成立嘅，其中咧5项包括逃税、2项銀行詐騙、1项隱瞞海外資產啊等等，其餘10项咧就達成唔到共識。咁啊八項嘅呢個罪名加起嚟咧，最高嗰個刑罰咧就可以去到呢個80年監禁。咁啊，即係有一啲熟悉法律嘅人士就話咧，最少都可能要坐10年監咁樣。嗱，要注意一樣嘢，兩個人嘅判決，一個自己嘅認罪，即係所謂做咗呢個所謂認罪嘅呢個即係討論討價還價呢個 plea bargain 啊，認咗部分嘅罪名。咁咧就其中一樣嘢就係話佢承認就俾暗口費啦咁樣。咁另外咧就係有關於啲咩逃税啊、咩隱瞞海外資產啊呢、這個特朗普嘅前競選顧問咧，這個馬勒福特咧係講呢一啲即係比較多係從金融有關嘅嘢啊、詐騙啊咁樣。咁兩個人咧都唔係同通俄門有關嘅。都不是跟通俄門有關，這個記住，主要是馬勒福特就是財務法詐騙啊等等，他可能跟住落嚟會被檢控其他的罪名，譬如包括妨礙司法公正啊咁樣，會唔會咧？即係有其他的指控咧？咁而家暫時仲係未知之數。嗱，科恩的情況咧就比較論盡啲。科恩咧就係阿特朗普嘅律師啦，同阿特朗普工作咗好長嘅時間。突然之間今天即係反轉豬肚，咁即係承認咗呢樣嘢，咁啊反證咗一樣嘢，就特朗普咧曾經講過大話。佢喺4月嘅時候咧就向傳媒咁講，佢話咧所謂對驗星俾驗星嘅暗口費咧，最緊要就係佢唔知道，佢全不知情。OK， 科恩咧其實係推翻咗呢個證詞噶啦。但是呢不當地去花錢影響選情，
科恩觸犯呢個選舉經費嘅規定咧，嚇而家咧係被指控特朗普係一個幕後嘅指使人，佢有一個共謀嘅罪名。OK， 係一個共謀嘅罪名，不過唔係通俄，係花錢去影響選舉。嗱，呢個罪名有幾嚴重咧？咁樣啊，對於特朗普嚟講咧，啊，佢可能驚都未講驚過。這個就是跟司法部達成的即認罪的合作協議啦，會轉為這個污點證人啦，可能呢就是說，他是不是，好，一直都說科恩就說他是很忠誠於特朗普的，願意為特朗普擋子彈的，現在今次做這個認罪，究竟會不會繼續會查下去，對於這個特朗普的這個競選團隊裏面有關於不見得光、不暴露得真相的事繼續會被揭發出來、對特朗普會好不利呢？至少、特朗普是涉嫌是通過錢給這個驗聲掩口費用來影響選舉。這個呢，這件事呢就是科恩認罪的時候說得很清楚的，是為候選人所託，俾咗啲嚿錢俾嗰個驗聲，等佢唔好爆嗰單料出嚟，以免影響選舉。即係話咧，佢觸犯咗咧係用錢去影響選舉嘅呢個法例。第二樣嘢咧就係、究竟會唔會跟住落嚟會揭發？因為即係科恩已經係某程度上背叛咗特朗普啦，會揭發呢個競選團隊通俄嘅嘢咧咁樣。但是有一點很重要，如果熟悉美國的法律制度，無論是特朗普是否違反這個選舉的開支的規定，因為有其他的不當的行為，司法部呢一向以來是不會向總統現任的總統提出刑事的檢控的，當年尼克遜咁大鑊係嘛？水門事件派人去呢個即係民主黨嘅競選總部擺呢個竊聽器，然後被揭發咗之後，就做咗好多講大話，亦都咧去燒毀呢個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裏邊嘅一啲錄音帶等等等等。佢係跟住就即係要查佢，又炒呢個司法部長啊咁樣，咁啊已經係足以造成呢個妨礙司法公正嘅罪名噶啦。但係司法部是沒有起訴他，他自己辭職的，是什麼情況都有辭職呢？因為只有國會可以動他，國會是可以用一個彈劾的方法， OK， 所謂 impeachment 的方法，然後要令他下台，即是說呢，制衡總統的呢只是國會，司法部呢是翹埋手袖手旁觀的， OK， 這個第一。那麼因為一彈劾他落台黯然辭職的時候，他就可能跟著就會有些機會被起訴嘛，所以 就馬上辭職啦。這樣這個就是尼克遜的情況。跟著這個克林頓呢就亦都是顯被彈劾的，顯被彈劾通過了，後來就避過了。他被彈劾呢，很多人說就說、特朗普搞什麼驗聲啊，去這個俄羅斯啊，有呢個所謂咩 Golden Shower 嘅情況啊，咁克林頓咪仲衰喺橢圓辦公室嗰度搞嗰、那個即係咁年輕嘅呢、這個即係呢個見習生咁樣嚇、即係你知喺美國，即係呢啲嘢就行過立秋啦，係嘛，好多噶啦，即係佢哋 sex driven 啊嘛，我哋叫做即係用呢個性慾嚟推動嘅，好多嘢都係咁嚇。但係個問題唔係喺呢度，即係我就話。即係一個總統佢有呢啲咁嘅婚外情啊，即係搞呢個見習生，最大最嬲嘅嗰個應該係佢老婆嘅啫。一般嘅即係美國嘅民眾其實都唔係咁 care 嘅。個問題係咩咧？問題係講大話。問題係克林頓講大話，Bill Clinton 對外講大話，國會想彈劾佢，後來咧就最後就化解咗啦。而家可以喐特朗普嘅咧，即係國會。可能有好多個原因，特朗普咪講大話咧，本來就話對呢個俾暗口費毫不知情，但係而家科恩就踢爆佢，係佢指使嘅。
有冇其他嘅不當嘅行為？就是、包括你用錢去影響個選舉咧？似乎而家同科興嘅公署嚟講咧，係表證成立嘅。啊，雖然佢話佢決定一定係唔會接受呢個通俄門嘅呢、這個即係、就是、特別檢察官嘅米勒嘅問話噶啦，因為咧一問話咧，如果佢同其他嘅人口供不符咧，佢會陷入去咧俾呢個假證供作偽證嘅呢個陷阱裏邊嚇。但係特朗普而家嘅問題就係、是。即使你不接受問話都好，你以前講過的嘢咧，人哋都會坑嘅。科恩踢爆了你咧，係證明了你以前係講過大話，你是知情，你是幕後嘅主使者。而家問題就是國會會不會彈劾他？好啦，個關鍵是咩咧？國會會不會彈劾？就是究竟共和黨今天是控制了兩個國會嘅，即係眾議院、參議院都控制住。十一月就有中期選舉，因為你要彈劾一個總統咧，唔係話聽日就可以開始啊，即可能都要等埋十一月中期選舉。關鍵就係，究竟十一月呢個選舉，共和黨同埋民主黨呢個角力裏邊，特朗普有咁多問題出現喺內政、喺外交，似乎睇起上嚟啊，有啲人就覺得好唔 like 佢啦，係嘛？四面樹敵，八面威風，但亦都好多人會中意佢嘅喎，佢敲打。呢、這個中國大陸係嘛啊？即係提高關税啊！有啲人個講法就話，令到好多美國企業咧翻去美國啊，令到美國人咧可以多啲嘅就業機會。究竟係點樣咧？可能每一個州個具體嘅情況都唔同。咁呢個中期選舉啊，大概到而家就有11个礼拜咁上下。如果共和黨喺呢個眾議院裏邊唔見咗18席嘅話，咁就係將議長嘅位咧，就會送咗俾民主黨呢個佩洛西噶啦嚇。咁啊，最近幾個月以嚟嘅眾議院嘅啊呢個補選咧，俄亥俄州啊、德州啊等等呢啲咁嘅州份咧，共和黨嘅候選人咧係以50%多嘅選票係險勝嘅實力咧，啊呢個差距咧係大幅收窄嘅。民主黨會唔會喺11月呢個中期選舉裏邊翻盤咧？咁樣？咁而家個關鍵就係究竟美國個民眾對於呢個總統，即係喺外交上邊好似威威咁樣，係嘛？即係喺內政上邊好似就係、是、越嚟越多問題。呢個總統究竟 like 唔 like 佢嘅咧 ？like 唔 like 佢嘅咧？以呢個 Twitter 自覺突然間就爆一單，突然間就爆兩單，嚇、啊、究竟係咩嚟嘅咧？究竟會唔會因為咁樣而唔投票俾佢？以有機會促成民主黨翻盤，而特朗普被彈劾，而任期都做唔滿就會落台咧，咁樣呢個先係最關鍵。嗱，我嘅研判咧就係咁，我嘅研判咧就係點解特朗普會贏？點解特朗普會贏？點解美國嘅民粹主義，即係民粹主義成為一個世界潮流？歐洲特別犀利，嗰種排新移民啊、排外啊，甚至有啲新納粹傾向啊，咁樣咧，係全部回曬潮。喺美國同樣係，點解民粹主義喺美國會翻曬嚟？特朗普足以有機會當選咧？咁個原因就好簡單。其實特朗普對於美國民眾嘅承諾，究竟得唔得，最後對唔兑現，冇人知道。但係佢。好簡單嘅競選口號，嚇，好實際嘅擺喺眼前嘅一啲利益，嚇，一啲即係帶領佢哋做嘅嘢，嚇，似乎係一步一步咁樣做緊咁樣。係相對於民主黨，即係無論係希拉里也好，或者即係喺民主黨初選裏邊嘅輸咗候選人都好啦，佢哋嘅 appeal， 佢哋嘅對象啊，似乎。都是比較有知識水平比較高的中產階級，他講到他的理念是這班人會明白的，但是相對於比較教育水平比較低的工人的藍領的這一班人，是南部比較相對比較保守的一班選民，其實這些高調呢是解決不到他每天是可能薪水越來越少，職位有機會不保，又或者有其他的等等，房貸啊、保險啊等等這些，每天在個恐懼裡面生活，是解決不到他們的問題。特朗普這個民粹主義，他這個口號
啊，讓美國最偉大起來這個咁嘅口號咧，係對於呢一班人嚟講咧係 sell。佢唔係販賣緊意識形態，唔係販賣緊咩學識。喺某程度上邊，即係作為一個即係讀書人嚟講咧，呢樣嘢你覺得好可悲嘅。香港而家情況係一樣，係一樣，就係民粹主義。OK 嚇，一啲好短視嘅承諾嚇，眼前嘅利益蛇齋餅種係 sell 嘅，喺美國都係 sell 嘅。咁所以即係呢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呢啲知識分子嘅報紙。即係用盡方法去批判特朗普，究竟可能喺美國嘅知識界裏邊，喺美國所謂嗰啲 liberal 裏邊嗰啲自由主義者裏邊咧，嚇係即係睇到嚇，即係非常之認同嘅對特朗普咬牙切齒嘅嚇。但係我頭先講嘅南部嘅工人階級知識水平唔係好高嘅，甚至有一啲即係每日係好努力、好努力工作咧。工作咧係緊緊揾到佢可以供樓啊，係即係俾好多即係有關於呢個水電煤啊等等嗰啲嘢啊子女嘅學費，對於特朗普嚟講咧，仍然係寄予厚望。咁所以個中期選舉，特朗普會唔會或者係共和黨會唔會輸咧？啊，民主黨會唔會翻盤咧？仲有好多嘅未知之數。不過總的來說咧，我睇得到啊，你要問一問美國嘅民眾。特朗普俾暗口費，俾個嚴聲，喺美國人嚟講，美國呢啲保守嘅選民、民粹主義嘅選民嚟講，係咪都係小事一宗？如果佢哋真係咁諗嘅話咧，可能呢一單案咧對特朗普咧都係絲毫無損。如果中期選舉共和黨仍然係取得優勢嘅話，喺今嘅情況底下，嚇彈劾特朗普嘅機會就係、是。非常之細，而跟住落嚟會唔會特朗普借啲勢會有機會連任呢？我諗全世界都係睇住呢個情況嘅發展，特別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心情好快咧，就已經跨過一千集啦。一千集咧就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嘅。大家都知道咧，喺香港今天嗰個政經嘅環境。越嚟越惡劣，政治打壓啦，媒體歸邊啦，大話連篇咧咁樣，講真話嘅人咧係越嚟越少嘅，係嗰啲咧就向主子淺味擦鞋嘅人咧，就真係可以咁講，遍地開花。我哋呢種不識時務嘅聲音咧，只佔少數嘅，而且係咧淹沒去一片歌功頌德嘅汪洋大海裏邊，唔知道咩時候啊！突然之間就好似我喺呢個主流媒體嘅封煙節目咁樣，砰一聲嚇會被禁聲，心直口快咧，有機會咧係會嚇人間蒸發，消失喺呢個地球。我咧就抱住一個咁嘅心態嘅，做得一集得一集，你哋咧聽得一集得一集。雖然咧就好似好消極咁樣，咁但係如果要繼續堅持落去咧，都需要好大嘅勇氣嘅。我喺呢度咧就對睇心直口快呢個頻道嘅觀眾啊，同埋呢一個實質支持我嘅觀眾咧啊，致衷心嘅感謝。只要你哋繼續睇，我就會繼續做；只要你哋俾多啲嘅鼓勵我咧，我就可以繼續堅持下去，繼續為大家發聲。你哋可以咧就訂閱呢個頻道啦。你睇緊呢個 YouTube 嘅時候，你見到啊以下。你的手机或者荧幕的右下角的这个符号，你按了之后就可以订阅了，有新片就会通过电邮去通知你的了。你都可以用 PayPal 去支持我的，有一个预定计划，用这个网址呢，又或者一次的付款都可以，都同样是 PayPal 的。没有 PayPal 不要紧，汇丰银行的 PayMe 都可以，用9331543 9啦，又或者八达通的好易比 OEPay 同样这个电话9331543 9，又或者 tap and go 拍住相，亦都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去付款嘅。冇呢啲户口唔緊要，用劃線支票寫我名寄嚟呢個地址，我都會收到嘅。用銀行户口得唔得啊？得，你用 Facebook 嚟 PM 我啦，我就會話俾你聽個銀行户口噶啦。心直口快已經跨過1000集啦，好多謝大家繼續支持，心直口快。